可是内地的歌手他是弦子，在2008年4月的时候发行了《我爱最大》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。时间是11:53，老师不枉好事989电台给大家介绍一首好可爱的歌给你听。他们是这个来自东洋的找乐子，他们化身成豆腐人，要来跟你分享豆腐的营养好处哦。这首歌就叫做《I Love 豆腐》。